倩，今天6月20号了，知道什么日子啊？当然知道了，是父亲节嘛。哦，那你的礼物准备了吗？准备了，就是这个。啊、哦，我们叫上妹妹，到时候给他们做一个特别的父亲节，好吗？好的。叫妹妹过来。S 啊，今天父亲节到了，你给爸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哇，这么多字啊！哎，笑得这么开心的，这个图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我啊。啊，这个是 Esther 是不是？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我呀。啊 ，Esther 在干嘛呢？哭啊。我正在哭，然后呢？然后 Esther 在这儿是干嘛呢？笑啊。哇，这个就是说刚开始是哭的，然后爸爸大棒子每天是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每次见到爸爸就很笑，哈哈大笑是吧？好、哦，太棒了，笑口常开，这个是好。这么小的迷你世界啊，来来我来看看这个迷你世界，这很像一颗星是吧？就是一个星的啊，这个星，然后呢这个前面有一个这个白色的牌子上面写的什么来着？ Happy Birthday。 哇，这个父亲节快乐，哇太棒了。前面一个小孩就是爸爸。哇，这爸爸有这么小吗？迷你世界啊，你是把爸爸变成你的小小世界里面的一个主角了，是不是？来让爸爸去给你打怪兽啊！我这个礼物太棒了，这个虽然小的，但是很精致，然后爸爸可以经常放到我的电脑面前来，来欣赏，好，太棒了！爸爸也有的礼物啊！妈妈给爸爸发，我是奖状，发奖状，来看一下爸爸这个奖状是不是？这个在2020年到2021年度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优秀，获得好父亲和好老公奖状，特此奖励曼谷小家庭。父亲是一座灯塔，因爱为我们指引道路，谢谢，爱你哦。哇，太感动了，这是不是 Esther 的创意啊？哦，是妈妈的创意，哇，太感动了，哇，这个奖状太激励人了，这不是让爸爸天天要一定要好好工作，这个好好表现吗？啊，好，这个奖状我就收起来了，放到我电脑面前，天天看，日日看，太感动了。还有什么活动呢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是吗？好。哇，那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啊，特制秋千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做好了。我们俩一起推吧。来，享受一下。让你放松一下，不要再上班了，然后呢，把你的压力先走一遍。啊，你不让爸爸上班了？对，让你天天待着陪我们待在家里。爸爸不上班怎么养家糊口？我们已经够钱了。好了，爸爸弹幕了啊。爸爸有提议啊，这个秋千呢，不能只是爸爸现在一个人荡。今天是父亲节，对啊，父亲节呢，爸爸是现在的父亲。那么你们两个小朋友呢，以后长大了之后，Esther 就不说了啊 ，Edward 以后长大的时候也会做父亲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是未来的父亲。我帮他弹个高高。好，现在我们让未来的父亲来荡一下，来坐下，同志们感受一下啊，感受一下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荡一荡，来，
这个健康成长啊，努力学习，以后要做一个有担当的、有责任感的好父亲啊。20年之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好，今天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父亲节，然后收到了两个小朋友的礼物，还有享受了特制的秋千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也不要忘掉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爸爸的父亲，另外一个是妈妈的父亲。我们应该对他说，父亲节快乐，希望能为老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两个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同时呢，我们现在一家人漫步小家庭，让我们一起来祝愿天上所有的父亲，还有天下所有的父亲，父亲节快乐！